谢主。然后配乐说，主耶稣的恩典每天给我们用。来一起说，来请放宝贝，谢谢。来一起说，我要为爱我的主活。我要为爱我的主活。今天我们要回十章十节告诉我们，好，我们看，然后进入快快的。要回十章十节说什么？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人得什么生命，而且是丰盛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对比了吗？这世界只有两个的有权势，尤其是最大有权势的，而且是真实的，虽然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他却掌管着自然界。如果今天能看到这样的光景，如果看到外在有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随意的去陷入那个问题，你要有属灵的看见。一说我要属灵的看见，所以我们明白撒旦魔鬼就是盗贼。耶稣形容他是强盗来的，强盗是不讲理的，强盗是没有给你情的，对不对？强盗是不择手段的，强盗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偷窃、杀害、毁坏，他可以想尽一切办法。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要明白撒旦魔鬼在以前的所多玛蛾时代、以前的挪亚时代，他可以迷惑人，以致这些人被罪恶充满，以致这些人偏行己路，以致这些人呢在情欲上放纵。罗马书告诉我们，神会任凭人继续的放纵，如果人不悔改，如果人敬畏那些管教、明白的都不悔改，神会任凭。但是神不想这样，跟你们说，我们的神不想这样，懂吗？妈妈妈的，如果你能力不听话，你已经讲到口干了，你已经打他打到皮都裂了，他还是定着心肠要去做不对的事，做败坏的事。我相信爸爸妈妈曾经有经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样？你也说我也没办法，你可能就像浪子的爸爸，就让他好像的自由选择。但是最后我们都不想看到是这样的结果，因为呢，当人没有在基督的生命里和丰盛里面的时候呢，他随时遭遇到是撒旦魔鬼偷窃，偷掉他的真正的喜乐，偷掉他真正要有的健康，偷掉他与人的关系的健康，偷掉他正确的观念的态度，然后他也会杀害，他可以杀害人整个生命，让人生命毁了，他可以使到人有不必要的意外和早死。这是真实的。如果那每一天你听新闻，你看报章，多少人可以不需要这样的残害？但是撒旦魔鬼在这世界在做偷窃、杀害、毁坏，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原则，不然呢，我们就不会警醒。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警醒，撒旦魔鬼他没有停止做败坏，但是耶稣能够对付他。好，我们来看撒旦魔鬼给人生命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给人生命什么？有丰盛的生命。所以就说得胜撒旦魔鬼才有丰盛。你认同讲吗？真的，如果今天耶稣没有得胜撒旦魔鬼，我们也不可能得胜撒旦魔鬼。如果我们不得胜撒旦魔鬼，我们不可能有真正丰盛。我不是说你没有的吃穿，不是，我不是说你不能有你要做的事情，不是，而是这丰盛是什么？因为世界的王是谁？世界的王是谁？罪恶的主是谁？没有人叫小孩讲变化，人自然会讲变化。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性是从哪里开始的？当撒旦化了妆变成蛇，然后呢欺骗了夏娃，那已经开始了。然后呢私欲和自我也是从撒旦魔鬼开始。撒旦呢，他说上帝我跟你同等的地位，他就在那天这个私欲和他的自我为中心就堕落。所以如果今天这个的所有的同性恋的事情也好，或者其他的罪恶的事情，其实很简单，背后都是撒旦魔鬼在做欺骗、诱惑，使人被迷
的欺骗。所以今天我们需不需要这位耶稣？我们今天需要耶稣，不是说只是要祝福的，我们需要耶稣，我们能够得胜撒旦魔鬼，我们能够得胜这世界的王，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真正的有主的生命的丰盛，我们才能够活出在这世界为主发光作盐。阿们。我们知道也有许多的基督徒可能也在罪恶当中，也在软弱当中，因为在这个恶者欺骗里面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要认真起来。我们万万想不到的，这个台湾，我告诉你，多少基督徒在流泪，在台湾。曾经他们也是叫我们带他、带他、带他，但是这个背后我们先要查，我只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呢，基督徒我们要积极回应，一起说积极回应。积极回应。我们更看到恶者他很快注视。当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他没有睡觉；当每一晚上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他在忙，他在极端的黑暗场所在忙，他在极端人在黑暗当中躲在隐藏的罪里面忙，他在使到人陷入那种彼此伤害的光景，他在使到人陷入各样的错误的，可能是吸毒，各样的淫乱，各样的罪的当中，因为他是黑暗。所以跟你说，不要再黑暗了。撒旦魔鬼没停止他的工作，撒旦魔鬼仍然做偷窃、杀人、毁坏。所以为什么耶稣说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必须向枝子联姻。跟你们说，你需要亲近这位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每一天好好亲近主，所以神设立教会来栽培你，来带领你，来教导你，像我们西中国一样。那天我们教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赞美，然后有个资深的姐妹出来，她说：“哇，我很久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亲近神，这么真实我的神，让我可以卸下我的包袱。”所以弟兄姐妹，你需要真实跟神的这种亲近，所以你要愿意来课慕、来学习、来装备、来聆听。阿门！一起说，我要更课慕亲近神。因为当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我们里面有着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有着真理的时候，我们有圣灵恩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胜这世界的王，得胜这罪恶的主，也能够得胜我们生命里面各样的私欲。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可以得胜再得胜的。跟你们说，你可以得胜。告诉他，你可以得胜。刚才我是告诉了弟兄，我说你可以得胜。只要你愿意再次说，耶稣，我要你，我需要你，我要为你活。阿们。这世界的王要你为他活。所以今天你要来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不为爱我们的主活。这是一个命令也好，这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事情，非常的主观的。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不能再为世界而活？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不能再为自己而活？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像保罗说的，如今不再是我活着，乃是耶稣在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为爱我的主而活着。所以今天问你个别人，你为什么而活？你闭上眼睛，先生，闭上眼睛。刚才我问一个弟兄，你为什么活？他说不知道。当他说不知道的时候，他说我好弱，我没有放弃。今天你安静你自己，因为你为什么活，他在带领你；你为什么活，他在影响你的观念，他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处事为人，影响你的决定。你为什么？你很清楚，重新想象一下。好，可以打开眼睛。你为什么？今天你来对我，跟人说你今天会知道要怎么活。没关系，不必太迟。像刚才我告诉你，不必太迟，因为你愿选择来到主的面前。
不会太迟。阿门。今天选择来到教会，不会太迟。你选择来到比较成长成熟的弟兄姐妹领袖成长当中，不会太迟。好，我们需要为爱我们的主而活，你说才能得胜赏到我们，才能得胜赏到我们，才有丰盛。了解。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爱我的主而活？一起说，因主爱我，以为我舍命。因主爱我，请问谁为你舍啊？是谁为你舍己啊？是谁为你打败魔鬼啊？你要找的靠山是不是要比你厉害？那天我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靠山。为什么神的恩待我们？当我们在桂林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桂林米粉的这个餐厅吃东西，然后我们吃东西当中呢，我们就有一个老板，就是店的老板，他就说什么，我们刚好需要踏车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的立方他的那个电话就不能哈，我也不能怎么做，他也尝试按钮都不能叫到车，所以呢，这个人他自称我可以照着你，他曾经是四位的老大，所以他讲话真的像老大这样，然后就说没关系，你们以后来这边，我就是照着你们的啊，讲这种话，我们感觉我像好像被他保护，神差派的啊，神恩待，然后他就怎样，没关系。我帮你们叫车，我不是滴滴车，我叫小弟来载你们。当然他有时很认真说，等一下我请你们是 KTV， 我不要去，你们自己去，让我自己跟父亲住。他说你们去我请你们，我没有去我没有空，我要做梦到十二点啊，改邪归正，很诚实，然后很殷勤，很努力。他是做这个这个桂林米粉的，所以看以后我们去桂林找这个人就可以了。车的问题找他，他说放心，我都帮你们。而且呢，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他还会聊天，你们怎样啊？平安到家了吗？平安到寝殿了吗？所以这个人呢，再多一天我们去找他，我们又说没有刀子砍噎死，我喉咙太渴了，要喝噎水，噎水这么硬，没有人好砍，就想到他好像住在酒店隔壁哈，隔两间，然后就给司机讲，来刀，没关系，来刀给你们。然后等一下你们要去哪里？没有，再请你们去喝酒。当然，通常他们这样是这样的哈，但是我们也爱他，怜悯他，我们还服侍他们，说：“哎，给你个经文卡。”然后呢，他拿到经文卡，端引到他们，他说：“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的安息。”所以神也爱这种人。虽然我们这样无意中认识到他，但是神借着我们的这种的回应，还有对他的尊重，我们也很尊重他们说。其实最后呢，他比我们都小，除了比瑞大一点，比你小啊，比你大一点哦。本来我们叫大哥，最后我们都叫小弟，小弟，小弟。所以呢，你看到吗？连这样的过程，我们感受到，我们都会希望有一个比我们有力量的，能够帮助我们的，随时可以帮助我们的，成为我们的朋友，对。所以今天耶稣是爱我们，而且真真实实爱你，不是虚伪的爱你，不是表面的爱你，是为我们钉十字架。难怪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十二章的时间他说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要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你可以为这位爱你的主而活着，因为他爱你，没有人能像他爱你，没有人能像他代替你死，没有人能够像他来保护你，真的。所以刚才我鼓励一个地方说，没有人能像耶稣这样的接纳你，没有人像耶稣这样的保护你。虽然你经过这么多的问题，耶稣没放弃，好不好？我一个例子，耶稣没放弃，耶稣没有放弃你。我们看一下，实在都讲了好多话，所以喉咙很低就痒痒。然后第二个，来一起说：因我不再为自己活，我为基督活着。因我不再为自己活，一起读经文。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谁的人？
心里。所以今天难怪保罗他很肯定，以前的保罗是为自己活的，本着他的知识，本着他的才干，所以他非常骄傲，他也配得骄傲，说他太厉害。他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是一个才学非常高的一个人，可以讲是当时的历史，可以讲是最有知识的大学生博士。所以在这腓立比书保罗说什么，我把过去当成有损，我把这世界看为是粪土的。这个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他经历到耶稣的大能，他经历到我这个虽然很厉害的人，我万万想不到我是在撒旦魔鬼的计谋里面被魔鬼利用，在杀耶稣的门徒。所以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我是何等不配。但是这个人他明白，耶稣没有撇下我这个罪，耶稣没有说因为我杀他的儿女，我杀他的教会的百姓，他就把我杀了。神没有以恶还恶，神对你也是，对我们都是这样，因为这是恩典。跟人说神的恩典够你，感谢主。如果我们活在旧约，可能不是这样的。旧约如果一犯罪，神可以立刻降下灾难就死了。但是是耶稣代替了我们世人的罪。虽然保罗领受了这个恩典，他说什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了。无论顺境逆境、高山低谷、有钱没有钱，他都不再抱怨了。跟你们说，你也不要抱怨。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重生的，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所以保罗他知道，我活也好，我死了，我都要为主活，我要为主死。保罗他知道，我后头是主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刚强人，受艰难也不怕，被打也不怕，就是要继续为主传福音。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愿意为主而活着的时候，你是一个越来越勇敢，你是一个越来越懂得为主见证，站立的稳，得胜撒旦魔鬼的人。别人都同心跟你说我不可以，别人在这罪恶里说我不可以，你懂得拒绝罪。一个人如果他在我的生死都是神的时候，他的心就改变了，他的观念会改变，所以他不再害怕各样的问题。难怪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无论在任何患难中、挑战中，他都站得稳。你要不要这样的人生？跟你说，你可以永远站得稳。好，我看一下你一起读。保罗也讲过，在腓立比书，照着我所期待、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办的，无论是生死，总叫谁？基督。阿门。不是我，不是神，不是任何的才干，不是任何我们拥有的，是叫我的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一起说，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来，这句话非常棒。因我活着就是谁？跟一边说，我不是为你活。啊，夫妻们也好，儿女跟父母虽然很亲密，你要好好孝顺，你要好好的爱，你要好好的尊重，但是呢，你不要为他活。如果你为他活，你就糟了。等他有一天呢，讲一句话伤害你，你就不能活了。你就睡不下，你吃不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关系就会分裂？但是如果你是为主而活，当那个人骂你无理取闹的时候，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那人骂你骂你的时候啊，你完了，你会怎样？你要说哈利路亚，我还是爱你，我还是尊重你，我继续为你祷告，我可以原谅。400次耶稣说的，明白吗？因为你不是为这个人活，你为基督活。基督在你身上这个照常显大，他骂你也好，他让你失望也好，你工作不顺利也好，有问题的时候，老板骂你的时候，哇，好多压力。
人离开这世界都是比较可怕，人不想面对的。保罗看到的是永恒，所以在对比书保罗讲句话，忘记背后我的面前象征标杆直跑，我要得什么？从神来的那奖赏。所以保罗讲没有益处，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为自己活，为世界活，为儿女活罢了，为家人活，为侍奉而活罢了，为这所谓的你自己的事业活着的人，我告诉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没有益处，代表什么？没有奖赏。保罗最怕没有奖赏，奖赏是断定你在永恒的国，你的地位，你所拥有的各样的一切，住处、冠冕。所以保罗最怕没有得奖赏。弟兄姐妹，刚才我告诉哥哥说，为什么你没有这种的追求主的心的很大的，因为你没有意向，因为从你信主那天你看不到神给你的人生是什么，你就看不到你应该做什么。所以难怪圣经说没有意向人会放肆，所以跟你说你要有意向就放肆，人的意向真的是乱来的，对不对？当然要满足自己的私欲，看不合法的变合法了，不对的都以为对了，甚至有权柄的听他们讲啊，有一个高官的他说我不是很喜欢啊，他看到男人跟男人亲嘴我也很恶心啊，但是他下了一句关我们什么事，他喜欢就好，这叫做不负责任，因为他不想担责任。加上当年耶稣在审判台前被那个官审判的时候，这个官有权利释放耶稣，可是这官看人的面子，害怕人的话，他就选择妥协，有没有？他当着众人面前洗手，那个叫什么锅？有个叫什么锅？那个叫什么？锅挺偏不是不是，那个是旧约，那个叫什么？比拉多啊，比拉多，对，谢谢。比拉多他洗手说不关我的事，是这些人要这样的，但是你是有权柄的，所以爸爸妈妈注意听哦，你有权柄啊，你不说我不管啊，我不理啊，你有权柄，可能，所以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牧师不能不理啊。我不能说哎呀弟兄姐妹喜欢怎样就怎样啊，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呢，我将来呢没有奖赏，你们也没有奖赏，我们大家一起可怜兮兮，我们不要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很清楚，我活着就是基督，只要从你活着的观念，活着是基督，到底是你是我们看下来来一起说，我要知道如何爱我的主人。我们说能够这样的爱我的主人，第一一起说舍己背十架跟从主。路加福音43:25一起读，有极多人和耶稣同行，很多人喜欢跟耶稣，很多人会想要经历神的祝福，但是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非常直接的话，来一起读，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叫做恨我。27，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跟人说，你要背你自己的十字架，你要愿意舍己跟从主。信主耶稣不是只是来领祝福，信主不是有一个把手放上天堂。耶稣说在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舍己。很多人喜欢追着耶稣，因为能够病得医治，能够有生命的祝福，但是呢，仍然爱自己，爱家人，
爱朋友，爱自己要的一切多过于主。所以他说这样的人不配做门徒。他说又不背十字架的，也不跟从我的，不能做门徒，只是做信徒，只是做过民基督徒，只是做一个要蒙福的基督徒，但是都没蒙福。为什么？蒙福不是因为神赐福，蒙福是因为你懂得神的心意，你领受了神的心意，你做一个真正的门徒，你代表耶稣 do something， 阿们。你代表耶稣跟人家讲话，你代表耶稣去鼓励人，你代表主去做他做的事。所以，神今天耶稣把权柄给我们，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拿起权柄打胜撒旦魔鬼。所以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会常常为了儿女家庭代祷？为什么每个星期牧师要给你们这些祷告事项，然后叫你们为着自己家族，还有教会国家，还有我们国外分会，还有各国各民，还有这以色列？因为这叫做做门徒的一个操练。祷告的人是当做门徒的一个人，阿门。所以跟人说，你要殷勤祷告。每次我们去中国的时候，我们都深深感动，然后我们的立馆的宝座讲，哎呀，我们很惭愧，他们这么的殷勤，他们是生意人老板，很忙的，但是他们却主动的在三年前，每逢星期二星期三晚上从七点祷告到十点，神肯定也赐福他们的生意，赐福他们的公司。还有一个公司更特别的，因为我们刚认识不久，今这次才知道，他邀请我们去他公司服侍。他在十年里面呢，在他的工厂里面设立了聚会。在中国，如果在工厂设立聚会，会被政府抓的，老板会被抓的，会被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老板他没有害怕，他是愿意背十字架的门徒。所以跟你说，你要为主付代价。他为了这个工厂里的目前有60个员工，他冒着被捉的情况做聚会。所以那天我们看到，哇，在工厂可以有聚会。他为了这群没有信主的人，摆上了他该做的十字架，他背十字架，阿门。所以跟他说，你该做的你要付代价去做。跟他讲，殷勤不懒惰，心里火热，不要再忍忍啦，不要再等啦。下来，来一起说，我要老我离开我。告诉你，很多人不要背十字架，很难舍己，所以需要看见什么？因为有这三个问题：老我不肯走主的路，喜欢做自己要做的事，只想到自己喜欢的，对不对？第二呢，心灵里面有恶者的工作，欺骗、迷惑。当然，今天信了主，魔鬼不能伏在你里面，但是他可以欺骗，他可以瑕疵。他会使你活在错误里面，所以你要见证更多有神的亲近，更多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来得胜，阿们。然后呢，体贴人不体贴主。可以不说我们这里都没有，我们都是一体贴主的，我们都是一体贴主的心去对人去做事去工作去服侍，阿们。好，下来来一起说，为主而活，我要舍己。为什么不是只是来聚会服侍？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要舍己。就像那天我们要回城，我们早上服侍了这些养生馆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我们本来这一天应该是休息的，但是都没有休息的，我们舍己，我们把我们感恩聚餐舍己。我们可能竟然没有了，我们就陪那些工厂的人在工厂跟那些工厂员工一起吃
好吃的粗茶淡饭，我讲好吃就都煮得很好吃，粗茶淡饭，很新鲜的菜，很简单的，就三样青菜，一个的鸡蛋，就这样吃。坐在那边跟那些员工，他们也坐在那边。我们虽然不认识他们，是吧？我们也十几，他们坐在那边，我相信他们觉得这群人，当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但是我们也需要谦卑十几。然后不要紧，上去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玩游戏，啊，我们也嫌弃跟他们一起玩游戏。然后宝珠另外他们也是很配合，哦，一起玩游戏。然后呢，牧师一看到他们没有人会画画，啊，来，我帮你画画，我就帮他们客串一下，帮你画哈。然后画到最后是练习啊，根本没办法了。大大小小的年轻年长的一共60多个，但是我们用心中耶稣的爱去接纳。所以我们愿意舍己代表什么？一起说不计较。我们不要再以我喜好的，或者因为我贪图我要的安逸和快乐，然后呢，我们就难舍己。我们喜欢舒服的环境，我们喜欢安逸的环境，人性。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愿意为爱我们的主人活的一群，有时候需要舍己。像那天丽华讲，我们要出钱出力来这边，我们要服侍你，我们还出钱出力来，我们还要付上代价。如果工作要请假，感谢主，大门昨天祷告会过后，今天又多一个人报名，现在已经有两个人报名说，牧师8月份我们跟你们去中国一起去舍己，一起去。8月非常热，最热就是8月。你早上出门，你就一整天就是好像黏黏的。然后呢，你会得时不得时都要做一些事情的，服侍人。然后每个人都是热热的，一定很有味道。但是你要抱他们哦，你要爱他们的服侍，这叫做实际。所以如果你能够培养舍己，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有能力在你个人的问题困难当中有耐心。所以说你会越来越有耐心，而且这种人才会做回神要他做的自己。跟你们说，你要做主要你做的自己。一个不能够舍己的人，他一直活在人的眼光，自己要的，告诉你，他永远没办法活出彰显神的样式。阿门。好，下来，埃及说，否定自己就是舍己，完全放弃的权利。埃及说，放弃自我为中心。梅西，你要学习，当你做什么，不要只想到自己，也不要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心，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也彼得前书13节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将这样的性质作为兵器。你说我里面有受苦的心智，这个兵器是做什么的？让你得胜的，让你可以打败魔鬼的计谋。魔鬼要你走捷径的，魔鬼要你快快得逞的，魔鬼要你得到更快的。圣经说，急速发财的人就会犯罪。急速要成功的人，你会陷入魔鬼的计谋。所以弟兄们，原来我们这个舍己，因为主舍己的受苦心智呢，能够得胜在这时代，能够站立得住，直到主再来或者见主。阿们。可能得不到主再来，但是至少我们都要见主，对不对？好，下来一起说，我要跟从主，我们要继续不断跟从。一起说，仰望耶稣。看到吗？跟从主不是仰望人。当牧师在中国，有没有好好爱主？有没有好好来聚会？有没有好好侍奉神？我那天问内勤还是阿妹，好，谢谢领袖，你们都好吗？他们说一切都很好，所以见得你们很乖。各位说你很好，很乖。你懂吗？这是神给我们的希望，要来。更加的感谢神，能够给我们成为一个属灵大家庭，好，以他成为我们方向，鼓励跟从他到底。耶稣曾经警告，这非常重要啊！一个要为着爱你主而活的人，
这个要非常小心哦。耶稣曾说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所以，请问世界，你要赚取的价值，跟灵魂的价值来比较，哪一个比较重要？灵魂比较重要，还是你要赚取的？想请问你为灵魂付代价，还是为自己要赚钱付代价？坦白讲，弟兄们你好，姐妹，我为工作的你好，我们都必争我们要赚钱付代价。而世界的王魔鬼也是透过这方式来迷惑人。一些有权柄的，他为了要得到地位金钱，他就要想办法怎样让人为了这切忘记了生命的宝贵，忘记了关系的宝贵。所以鼓励你，你要看重生命的关系。跟你们说，你要看重我，不要把我卖了，不要把我放弃了，放弃，明白吗？所以跟你说，生命比较重要，灵魂比较重要，你的灵命比较重要。你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耶稣说离了我不能，所以什么最重要，你就要专注在那个方面。人就是不明白，魔鬼骗人，犹大以为钱重要，用三十两把这个永远可以赐福他的主给卖了，跟着耶稣三年半还是这样。所以跟你说，你要警醒，先来，一个人呢，他通常要借着自己，或者他不对的手段要救自己的人。刚才耶稣讲的，他赚取全世界的，他会怎样？基督，他就会渴望赚得这个物质世界。他每天就这样想：我要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已经有了还要，还来还要。然后呢，他必定会失去灵魂，就是他的灵命会失去。他没有时间跟神亲近，他没有时间来聚会，他没有时间来祷告会，他没有时间来做美的图课，他没有时间来上神学课，他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团契。我讲的不是世上的灵魂，我讲基督徒。因为保罗讲要为主，我是向基督徒讲，还没有信主的不可能要为耶稣活。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为耶稣活的。就是这个人，他赚起全世界，成为最有钱的人，成为最有地位的人，但是他的灵魂的失落，注意哦，比他得着全世界有更大的损失。当他失去了他的生命，当失去了家人，当失去了关系的时候，就算他是最有力量、最有钱的人，我告诉你，他仍然是虚空的。所罗门就是个例子，最有钱。大把的人，对不对？地位又有，军事又有，住宿最豪华的也是他。但是这个人写了传道书，虚空，虚空又虚空，他在虚空。为什么？耶稣讲的话是事实。人若为了赚取钱财，赔上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所最重要的灵命的时候，就亏了，就失落了。所以事实上，一个是为世界而失去灵魂的人，虽然看他得到这世界，但最终他连这世界的失去，他连他的该有的做的事情失去。所以这个说，耶稣不要你失去，耶稣不要你失去。所以今天你很多人知道你为耶稣舍己，耶稣要给你的是远远超过你舍己的。阿门。所以跟你说，神要更多的赐福你。好，下来，耶稣讲过一句话：一旦失去灵魂，他说什么？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换不到，换不到，来不及了。你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时间是有限的，人的年岁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感谢主，在中国时候一路上走，我们的把握机会和我们的宝珠一般，非常的积极感谢主。他们就把握机会，我们也没有讲，他们就跑到那安定那边，安定啊，给你一张卡来读一下神的话啊，然后给你个糖果啊，然后最后你带着安定心灵书为他们服侍。我看整个的过
程当中应该有十几个人都带来信主，包括小妹妹啊，17岁啊，20岁啊，都带来他们能够信主。弟兄姐妹，因为生命有限，生命宝贵，要积极传福音。阿们，跟人说你要积极传福音，一旦失去灵魂永久了，不可能回来了，像犹大卖了耶稣就是卖了，死不回了，最后不能面对就死了。好，下来一起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心就不在了。第二，贪财是什么？欢乐之根。惹人贪恋钱财，就被诱惑，不是因为你得过权利，或是你贪。钱是中立的，对吗？中性的，你如果正确使用它就是好的。如果觉得不好，把钱给牧师，对不对？钱是中等的、中性的，但是人贪就被诱惑，而且愁苦就这样。所以跟你说，不要贪。那咱们不要贪。为耶稣奉献，爱主奉献，爱主做主公，阿门。所以把钱存起来，去中国宣教；把钱存起来，去巴旦宣教；把钱存起来，感谢主。我们这次有七个弟兄姐妹赞助了张家界的七个的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在午餐供应的时候有午餐吃了。所以这七个弟兄姐妹把荣耀归给神。这次那个陈牧师也叫我代表，他说谢谢这七个弟兄姐妹，所以愿神继续使用我们，感谢主。来，最后，来，请说，我的生命交给主。好，这个比较简单哦。一起说，人生的目的不在于要。这句话很好，来，请说，为主而活，为主而想，为主而做。当你每一天在家里做家务，在工作，在服侍，在人际关系，你想的是我为主而做，为主而想，为主而去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有动力，有火热的心。阿们，就算你的那个称赞你，你还是很感恩的做，好不好？啊，像我的秀智这样，啊，可能儿女不够体谅他，但是他还是照顾好孙子，还是煮饭给大家吃，这是多么重要的心态。再来。生活也会改变，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一起说主喜欢就好了，对不对？如果你心里想到，哎呀，主喜欢比较单纯；如果你想到全部人要喜欢你，好累哦。如果你在职场中光彩哦，哇，我从 A 从老板到所有的下属到所有的同事，都一定要喜欢我。我告诉你，他一定是辞职干的，放弃。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或全部人没有不可能全部都会喜欢。但是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想到主啊，我要逃离喜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人得拯救。因为神不会喜欢你做一件事情不造就人的，对不对？再来一起说，我的灵命要保守。接下来你要是这么讲，来一起说，我的身体先给神。一个要为爱他的神而活着的人，把你的生命给神。刚刚在我带领一个人说，你把生命给耶稣，不管你怎样的，你的生命就是耶稣的，耶稣还是爱你，他没放弃你。曾经有一个信徒很严重的人，他也是一个很败坏淫乱的一个弟兄，在国外，他呢要结束生命，他死了，他现在自己是一个败坏一个烂苹果，我要自杀死。然后耶稣向他显现，我忘记了什么名字。耶稣向他显现说：“把你这个烂苹果给我，把你的生命给我，你不要吗？给我。”所以因为他说好的，把生命献给耶稣。我这个烂人，我这个败坏的人，我这个可恶的人，你要吗？给你喽。但他把生命交给主，他就真正的跟随主，去到神的教会，他就真的以跟随的心态、舍己的心态、以耶稣家的心态，这样的跟随跟随。最后告诉你，神翻转他的人生，他的生活不一样，他有一个丰盛人生，他还成为千多个，甚至现在应该可能有5000个小朋友孤儿的爸爸。当然，他有他的家庭，非常不一样的人生。一个没有用的，人看到他喊打喊杀的人哦，他是败坏的寄生虫，整天抢人的钱的。被警察捉进监牢好多次的，
但是耶稣说把他们都给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人本来是魔鬼要折磨死的人玩弄死当他有了耶稣他就能够得胜撒旦魔鬼所有的计谋所以最后他能够脱颖而出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像保罗说因为他活着不再是自己所以他们说你为主而活你生命不一样了下来好这个非常重要请问他还问你你怎么样活着可能你还没有想到你只要知道你已经开始为主而活第一个你这个人的生活圣灵里面转向圣洁的生活你对罪的感觉是什么你对那不义的事的感觉是什么你对你生命里面的软弱坏习惯的感觉是什么会让你要靠主挣脱吗会让你觉得是错的吗会让你知道这样的败坏下去不对的习惯下去不对的想法下去我不能够得胜你会被这种紧张刚才感谢主那我问他我说你想五年后的你会怎样他想我说你要不要继续这样的人生他立刻说不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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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对的因为你想活出圣洁了你想活得胜生命了所以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为耶稣活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要迈向圣洁的生命我们还享受最终之路的时候我们没有为爱而活一个要为主而活的他一个心情相信他我不要你最痛心我要爱神所爱你虽然你说不可以我还是爱他但是我要恨神所恨的神最恨的就是撒旦罪恶所以耶稣付代价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说主我靠你得胜我这软弱我告诉你我们真的没有神的心我知道我这不对的言语思想行为的话我们就快快出来我必须要靠着你得胜阿们因为这叫做我活着不再是我活着乃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如今肉身活着是为谁要活为耶稣我们是为自己的事业活着我每天打那个电话电脑网言我告诉你刚才我们很多次誓言都讲什么牧师我觉得今天有人这边痛等下有人我也是觉得今天有这边阵痛我就立刻说都是在打电或者看电话看电脑太多是不是如果可能宁愿都在做这些也不觉得哦我要讲然后浪费时间事情甚至是罪恶甚至是得罪神误会你的生命误会你的眼目误会你的心思我很难怪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光去照亮许多黑暗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步道会常常就是你自己来也从来没有带世上的人来我们反省我们信主到今天有没有带一个人接受主自己想为什么不能为什么没有心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真正要为爱我们的主而活我们只为自己的享受而活为自己的利益而活我想舒舒服服过基督徒的生活我告诉你我看到中国的这些老板他们为主冒死开聚会他们可以安逸过日子去旅游但是那天他对夫妇说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神的使命我们没有去旅行了我们为了这些人我们舍己了我说感恩啊看到你们所以为什么神都不断地扩展他们神也让他们连接我们当我知道这老板说我一直很渴望宣教只是我不知道怎样宣教我们都一直每一天都在那边三年了跪在那边呼求祷告我们只期待神啊我们要成就你的心意的事他们是不是要抱歉祷告没人教没人牧养然后跟我说啊，你要这样做就做他立刻跟我讲他牧师我也需要有人牧养没有人牧养我说你给我们读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太幸福了你有主宰你有好的教会好的环境但
但是我们却没有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我要为你做一些事了，我的生命要得胜。第一个，我生命要得胜，我才能够去帮助不得胜的人，对不对？瞎眼睛带瞎眼的请叫我工，昨天就等待耶稣已经得胜了，你还在软弱当中，这是不应当的。你这给自己借口这样走下去，像要告诉那个人，我说五年后你怎样，十年后你怎样，我跟你做说，如果一天你见主那一天你怎样，你怎样面对主，你要奖赏呢还是不敢面对主？所以弟兄们，是时候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好好的跟神建立关系，认认真真的读经祷告，认认真真参加团契被教导，认认真真被装备，认认真真来祷告，认认真真来服侍神，认认真真在你私底下的生活，不要只是来教会才认真，在你私底下的生活做什么？你没有在那爱为这爱你的主而活，耶稣每天为你而活，为你代祷，耶稣在父神一边每天为你默切祷告。所以刚才我告诉那个弟兄，我说神有放弃你，所以你没有因为这个意外就死了。所以感谢主，他的心醒悟了，像浪子。也因为有人感动着教会的肢体，一直来关心你。我们也没有轻看你，我们能双手打开欢迎你回家，因为是神的爱。阿门。跟你说，耶稣真的很爱你，你要因为爱主得胜啊！你要爱主讨厌这个罪，你要爱主不要再做那些让神忧伤的事，你懂吗？当同性人的话在华人当中，你的心情是什么？你没有说，哎呀主，我更加积极祷告了，我们不要看到马来西亚有一天也变成这样啊！明白了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只有靠主。阿门。跟你说，你要更加靠主。好，第二个，最后我们来结束，事情上面。哎，第二点来讲，如果今天我们是真的在爱主而活着的人，在关键时刻，你的决定将证明。什么叫关键时刻？在有困难的时候，在有问题的时候，当有人有意无意得罪你的时候，当你很勤劳做事但却不被善待的时候，当你很努力靠着主的恩典过基督生活的时候，撒旦魔鬼借着人攻击你的时候，当不如你想象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你想做好你的工作，偏偏有很多事情发生。当你很珍惜一个人、爱他的时候，他却得罪你，他却伤你的心。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选择什么？在你最不能的时候，你选择什么？在没有人关心到你、没有称赞到你，你仍然继续侍奉神。仍然做好你的工作本分吗？老父母亲的，当你的儿女仍然有一些事情不顺服、不尊重，你会放弃他吗？还是你仍然爱他、饶恕他、为他祷告？所以关键时刻才可以知道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爱他的主。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保罗在监牢满身是伤。保罗在监牢随时没有命，当被打开监牢那一刻，他没有说很开心的离开，他看到监狱里面管监狱的狱卒没有救了。如果他多待一下，其他的官员来了怎么办？他要被抓起来了。这叫做在关键时刻知道一个人他到底有爱主多少。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干预违背神，抱怨摩西，上帝说：“我要把这群人毁了，我不要再拣选这些人了，我
我全心仰望他，我把你兴起成为新一代的领袖。摩西却怎样？摩西可以讲感谢赞美上帝的恩典。好啊，摩西你讲讲。摩西说：“上帝啊，为了你的荣耀，你把这些人从这么辛苦的埃及带出来，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对他们不对，我也很心痛。但是上帝啊，为了你的荣耀，甚至你涂抹我的名，就是说我放弃我的君位，求你不要毁灭这些人。这是谁？”真意表着耶稣，耶稣可以选择标上十字架，也是在克西马连那一刻，你知道他的汗如同血滴下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传这些的影片，这些的折磨，这些是惨无人主的折磨，是为了什么？为了救我们这些本来要走进这种罪恶，没有办法得胜撒旦魔鬼的人，而且永远会灭亡人，因为我们的开始就犯罪了。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今天，难怪保罗他体会到，我不再是为我。如果你把这放在你的人生观里面，把你每天生活都放在你的心中，耶稣，我为你而活，我为你而做，我为你照顾家庭，我为你工作，为你服侍，我为弟兄姐妹，是为你说晚上，我一天工作一年入境哪里宣教都可以，上帝为你存钱去宣教，不是存钱只享受我自己的理由，牧师可以这样挑战你。因为牧师从23岁经历了神的爱，我说主，我要为你而活，因为我觉得过去我是自私的，我没有珍惜。所以这23岁到今天已经20几年了，感谢主，让我活出你的生命，让我活出能够在关键时刻仍然选择你的路，仍然听从你的心。其实在其中我自己我是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感谢主，我仍然说主，我仍然相信你，因为每个经历叫爱神得益处，直到今天我能够去体会更多人的问题和困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关键时刻你选择什么？问一个别人，你选择什么？好，结义，一起说，为爱我的主是有祝福的。阿们。你会找到人生真正的方向，你会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是神命定的。阿们。神经命定了你要做那份事情，再来你的身心灵会健康。保罗被石头打死了还是活起来，保罗全身伤神使他坏坏的复辟，为什么？因为为主而活的人主负责你，跟你说主负责你的一切需要。所以告诉你，在中国服侍一天可能5-6小时要站着，从去年到现在我有5次服侍，但是我告诉你，你问宝珠一宝，你要给时间我们讲一下，他们觉得我不能了，我不会了，但是神都让他们做得到，神让他们那么能够刚强，所以他们两个有突破了，他们一举紧急人就倒在神的同在里面，有没有？急紧急的人就倒在神的同在，有没有看见？然后我们再唱歌唱一下，自己就能就倒在地上，不用我们每天跟他推一下。神的恩，阿门。来最后一面，来一起说，靠着爱我的主，在一切事上得胜利。天天我们要爱我的主而活，一起说，我就能够得胜撒旦魔鬼。我就能够过丰盛生命，阿门。所以一起站起来，也使我们再次像保罗一样，不管我在什么情况，关键的情况，在任何情况，我都要选择舍己，
背起十字架跟主，我要选择靠着主过合适的生命，不再给自己借口，这样的得罪神。因为我们的耶稣，他是第一个榜样，也是我们最大的靠山。耶稣已经得胜撒旦魔鬼，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愿意连立主，我们也像保罗说的，如今不再是我的账，乃是耶稣基督立在我里面的账。我们与你同钉十字架，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样式。保罗说，无论生无论死，我要叫主在我身上照常颂赞。多么美的人生，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神借着你要来成就美事大事。
背起你给我的十字架，跟随你，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靠着你得胜过来，不再给罪恶给再找借口，不再满足我的私欲活着，让我为主献上这一切。感谢耶稣，使我从今天开始能够爱你而活着。谢谢耶稣，你必保守我，你必赐福我，你必坚固我，让我的生命走在你最美好的计划，成为你的国度的祝福，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谢谢你，荣耀归给你，我们要圣洁的美。一起说阿们，阿们，阿们，阿们。然后贝贝说，你要记得你是为谁而活。就是我们已经很舒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大摇大摆的来聚会，然后还不肯来，那边是要偷偷摸摸的，还怕你这躲在工厂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蒙福的。然后我所经历的，我领受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学习的，到处出去外面的时候，就是可以用出来我们所学的啊，那种意志啊。那么出去的时候都神与我们同在，你摸什么什么都好。他你摸他背，他背的骨头就收进去，然后肿瘤也会消失，把荣耀归给神。然后还有看到就是那边还有很多年轻人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过去做他们的牧羊人，他们是好像没有牧羊人的那个羊。所以鼓励年轻人过去，这一次应该很多年轻人都过去了。谢谢。谢谢大家平安。这次我们出去，其实我们出去服侍不是我们去服侍人，我们出去也是可以去经历，经历，有人看到我们自己。这次我出去的时候，真的很领受很多。也是得到神很多的跟我讲话，从来在这边没有的。我第一天出去的时候就觉得神就跟我讲，马大，你为何要这样忧虑愁烦？然后我就讲，周王跟我这样讲，那玛利亚已经得到她的福分，你呢？当我听到这句话在灵修的时候，我们第一天去服侍是在会东。我去到的时候，哇，我就看到我自己了，原来我就是这样，其中的一个姐妹就是这样，每天就是这样忙忙碌碌，没有停下来的一个。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在跟我讲话。所以我觉得我们出去不是不是去祝福别人，而是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别人也可以祝福到我们。在惠东、桂林跟广州的服侍，觉得给我们经历了，谁都包场，谁都包场，平常包口袋，有点气。OK， 好，来。OK， 所以在这些的服侍中，我们我是。不懂来讲去解释，真的灵受很多了。我们经历了，在我们不可能的当中，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很多。好像在我们的做灵修祷告都好，还是说，我每次就跟我自己讲，我真的是做不到，我不可能去带领人家讲祷告。真的在我在崩溃中的时候，他们就鼓励我，你不用怕。等晚上的时候，圣灵自然会带领。哇，真的哦！到了晚上，你都不用担心，神自然会带领我们去讲去服侍人，讲去叫人家祷告，用经文祷告。其实，在我们当中，我看除了同工，应该我们弟兄姐妹都不会用经文祷告啊。谁会用经文祷告的举手？啊，我还有。
星期五的时候我讲的时候没有人敢举手，今天还有两个人我看到。其实是我们真的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出去。你出去的时候我们便会长得更大，我们可以领受更多神的祝福。应该还没有了，谢谢。所以要来祷告会，刚才我们的立凡讲牧师，你在祷告里教我们，就好像在中国教怎么用神话来祷告。所以要大学，所以非常立凡讲，我去年玩不会哦，当然不是为了教别人，是你的领命，阿门。